兄弟们，看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风水宝地，依山傍水，还有村庄。把这个地方我觉得安家特别的合适啊，安在后边这个平原后边，我觉得就很好。哎，这边还有可爱的浣熊在欢迎我。哎，好，哎，哇，这浣熊会打人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终于有了地方安家，我们就先去这个村庄里边看一下。先在村庄里边重置一下复活点吧，我们把家就安在这边，但是我们不能安在这个村庄里边啊，因为这里边的地太小了，我们还要建造牧场还有农场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够用的，我们建造在这个村庄的后边。村庄的后边也是一片平原。哎，你看兄弟们怎么样，后边这个地方太好了，依山傍水还有树林啊，这边还有一些野牛。那既然我现在已经有了家，这个野牛我看一下他们打不打我啊，我们来试一下，距离稍微拉远一点啊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头盔，有一个胸甲，应该是，哎，他要不要打我试一下。哎，他要打我，但是他打不着我。哎，可以把他，哦，哇，我飞起来了，兄弟们，这野牛也太恐怖了吧！铁哥，保护我，铁哥，快快快！我的天，兄弟们，这直接把我秒了。现在的这些动物是真的惹不起啊！先找一下我们的装备吧。我们有一个头盔，有一个胸甲，两头就直接把我撞死了，太恐怖了。我的装备呢？这边还有很多野牛啊。这个野牛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可以驯服的。现在应该对我没有仇恨了吧，大哥？不要再打我了。哦，他不打我啊，还行。哦，没有仇恨了，我们先把装备捡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死亡不掉落我们应该开一下啊，因为这个世界里边的动物太危险了，不开死亡不掉落的话是真的不行。这边有个铁匠铺，看一下有没有钻石什么的，把这个铁匠铺探索完之后呢，咱们就安家。来来来，给点好东西。哦，很多铁，还有一双铁鞋子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的装备就齐了啊。十个铁锭，咱们可以做一个裤子，还可以做一个盾牌。哎，很不错，来，裤子。再来一个盾牌，美滋滋呀，兄弟们！没有下矿就得到了一整套的铁工具，还有铁装备，很不错。家的话，我们就建在这边吧。这边的地形比较平坦啊，我们之后要做农场，还有动物乐园，还有牧场，还有很多建筑，所以地形必须要大一点。用水桶来把这边的草清理一下啊，这个草掉的种子呢，咱们还可以种田啊，一举两得。直接来做八个箱子啊，我们把箱子摆在这边，把背包里的物资储存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去砍些木头来做一些栅栏，我们把这个动物还有麦田给它搞一下。好的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再来做一把铁锹，把这边的地平一下，把草清理一下。牧场的话我们做的稍微大点啊，因为我们目前要养两种动物，一个是羊，一个是牛。牛的话我们可以得到皮革来做附魔台什么的，羊的话咱们可以用它的羊毛来做燃料还有地毯。好的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啊，我们一边养羊一边养牛。 OK， 那现在的话我们用小麦去勾引一些牛。哎，话说这个野牛能不能驯服呀，来看一下啊，拿着小麦。哎，他过来了，他应该是会吃的啊。哦，可以，兄弟们，那应该是会繁殖的吧。来来来，给他一个看一下会不会繁殖啊，来养一个小野牛。哎，不过养这个野牛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，因为他们有攻击性，我打肉的话会被他们打，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哎，他们不繁殖。那应该这个东西是可以骑的，我们现在没有鞍，有了鞍的话应该可以骑这个野牛。那就算了吧，我们养些普通的牛，这个牛不太实用啊。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野牛是不掉皮革的，所以说这样是不行的，我们还是找些普通的牛吧。啊，我从哪里来？他生小牛了，而且和猪打起来了，这你敢信？啊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我们还是找些普通的牛吧。来来来，我的宝贝儿进来。 OK， 给他们把门关上，然后呢喂一下啊，让他们繁殖一下。这边养牛，另一边呢养羊，大概的计划就这样啊。这个世界里边有很多动物啊，之后我们要动物的话肯定是要做一个动物乐园的，所以这个牧场的话我们只用来吃肉，获得一些皮革和羊毛就可以了。来来来，小羊也需要进来啊。好的，进来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门给它关起来。黑色的羊就不要了吧，把它宰掉。还有这边这个牛也不需要，宰掉。OK， 现在两个白羊，让它们繁殖一下。那么我们现在家里边的牧场已经搞定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农场啊，因为我们的动物是需要繁殖的。农场的话，我们就建造在这上边吧。The next day， 农场的话规模不是很大啊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够用了，因为农场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繁殖动物，我们又不吃小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么大一片应该够了啊。那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部搞定了，接下来呢咱们就要去下矿了。下矿之前我们在这边放一个羊毛，方便我们进出，对吧？有了羊毛之后咱们可以直接跳进来，就不需要开栅栏门了。好，临走之前我们把这些动物繁殖一下啊。这边的牛啊，小牛还没有长大。哦，这边的羊已经长大了，看来这个羊的繁殖速度要比牛快一些。
我们家的附近就有一个天空，这个天空之后我们需要装饰一下，但是现在咱们可以从这边直接下矿。现在我们下矿一定要小心点啊，因为矿洞里边的敌对生物特别多，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我们这一次下矿最好可以整一套钻石装备，这是最好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困难的啊。哎，苦力怕没关系，让它炸吧，直接炸掉。 OK， 那我们继续向下。这个版本呢是 1.18 的， 1.18 版本的铁矿是真的多哦。钻石可以多来点，来三颗好不好？哦，只有一颗啊，一颗也行吧，我们继续。又发现一颗，哎，不对，不能说一颗啊，应该有很多。哎，这次好像有三颗，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共有四颗了，一把钻石镐有了。哎，可以，很不错，四颗钻石，我们继续走。这边发现了苔藓石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刷怪龙的，看一下是什么刷怪龙。哦，普通小江的刷怪龙。哎，刷怪龙里边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现在用得到，那就是鞍。有了鞍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骑豪牛啊，骑很多的动物啊都需要用到这个鞍。看一下有没有啊，把僵尸解决，刷怪龙挖掉，来一个吧，大哥给点面子。哦，爽，言出法随啊，兄弟们，有一个鞍就够了啊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去矿洞里边探索。